我是公关列车长的 FIC 4月3号，台北站时间39分，出发的是4191次哦。说发车就沿线港英歌，有1150的要5090的，啊，关闭车门就那，麻烦。4191次在。5060-5090了，在台北站十里哦，拜拜。如果小明跟妈咱们都丢不了就没已经25次，欢迎妈这就没人让他受领。1090-1100普悠马自强，拜拜，再见，4191次再见喽，以及08384开往。南港的台湾高铁是蛮提醒过来的，最近那高铁站被害得很惨重。然后这班是25次，天佑209，天佑2020普悠玛这样。这个欢迎发车就没线，看速度，赶快直接见喽，拜拜。然后我要赶快走，因为我是赶时间，然后我就不上去逛那个，我们想要不要逛一下那个什么地方啊？哦，有。梦工厂，后来想算了，是吧？谢谢各位的聆听，拜拜，明次再见。2020，2020不用嘛，这样。